画个红。哎呦我这猴的须躯，这猴，哎呦我这老猴，这老猴的须躯真高啊，一口耳裂回来，这吸血鬼怎么死了呢？先杀的 ADC 啊，猴勾一下走位勾，哎呦我这猴打人真疼，这猴吸血鬼啥也没放死了。我也来把这木印猴啊，我也来把这木印猴看一看，怎么这猴一个扣就满血了，我看看，整一把木印猴兄弟们。如果不点个赞，我把你脑袋给你敲了，还敢嚣张。怎么得到那里干？他们那个干，拿下！给我杀鸡母，出门。我去前面探探路。来了。哎呀，你扣两下，回不回？不回啊，不回，好。你一天死亡数少于15码，我就不叫蓝队汉，听见没？回家，我的鸭舌也吃完了，我就纳了个闷儿了。你说这鸭舌，一个鸭子一个舌头。这每一天得死多少只鸭子，不禁我为鸭子而感叹。先升个三啊，这波不太好打，没有三级打不死的。先扣一下，他马上死，来一 W 平 A， 平 A 接扣，下波要他命，下波要他命，一过来别着急，撕饼干 A 接 Q 再接平 A， 得下路又爆了，不过没关系啊，我就希望你们给我制造点难度，这波积木有点盐不好杀呀，我们的血量太低了，这一打换溜 A 接 Q 撕药再点再点再点，哎，好点盐，他点盐应该是刚好，他的点盐比我的点盐稍微好个几秒钟，这边杀的真是漂亮。为了防止这个积木啊，他是主 Q 的，我们回家直接一双水银之靴，我就来个木印试一试啊。我们木印收集者加大影魔刀加九头蛇 Q 一下，我可溜了啊！好抠啊！我发现这个积木啊，抠的特别准，他每一回都能抠到我真猴。刚才点盐不应该套的，有点浪费了。哎，你说你个五级的死哥、四级的死哥过来干啥来了？今天你能抠到我一下，兄弟，就算你赢了，行不行？你看你一下你都抠不着我，你还抠呢？你还抠呢？抠个屁吧！来扣我，对，我就想问问你想怎么死，这波失误了，哎呀，这波失误了，这波失误有点大呀，第二个扣没扣出来你知道吗？没事，继续能杀的无所谓，等个15秒大招吧，别太着急了，真好杀，这位置太靠后了，靠后的有点严重，这个位置不太好杀，得了，
换就换了吧，换就换了吧，下波不能跟他换了啊，这是跟我跟他换的最后一波了。那个逼主 Q 的用彗星有点讨厌，并且我发现这把的下路不太对劲，这一波怎么办？我跟你们说啊，先假装拆塔，吃他一层塔皮，让他以为我没有蓝没有血，这波不杀他，然后我们进到这个草丛这个位置，假装走了，草丛站在这里，不要站在第一个草丛，他有可能会放眼放蘑菇什么的，我们在这站着等他出来，他这边有闪现，必须走到这个位置我们才能杀他，等他，等他出来，不用回家，这边就在这等他，要不然浪费了一波杀他的机会。往前走来，这个闪现 EQR 转起来，先假装拆塔，吃他一层塔皮，让他以为我没有蓝没有血，这波不伤，伤害太低了，我 W 吧，稍微 W 的慢了一点，有一个 Q 没打出来，下路挺猛的，先把这大树杀了，你们在干什么你、你们在干嘛，在跟我玩呢是不是，跟我往上走来，十秒钟有大，我是真是给你点脸了兄弟，他打这么多雷呢，我再扫一下，雷有点多，地雷阵，先回家出影魔刀，不幸挑战任务过了就行，来死哥，这个木印我说实话玩起来吧确实是挺厉害的，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有点脆，就是薛微有点脆，来来来来来，我要后了要后了，不好意思兄弟，我这是木印，还有这大树也走不了，我把大树杀了，好，来这边来，这两个人搁这不知道蹲什么玩意儿呢，蹲来，哎呀先把他杀了，好，木印出发 W 一颗，哇这一个坑，快走快走快走，寡妇来了，哎呦我这小花猫一个扣，你知道我扣了我多少血，400将近544一个扣，这套装备不行啊，那肯定不行啊，那还是分离者吧，分离者科学弹斧三项任选其一，那一会儿我就把这装备给换了，该上一波高地了，我把他大树杀了，哎呦小方方有点厉害，别往上上了啊，别往上上了，别往上上了啊，这怎么回事呢，好痛，咱先把这火蓝杀了，我们先走一走啊，有点疼， nice 狼来上羊啊，怎么办，没事我应该死不了吧，他虚区没那么高，哎呦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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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我吸点血啊，别着急，我先把这积木杀了，赶紧给我触发那个什么，那个收集者啊，来推个东，
你是真的烧我发现给我收集者触发还烧还烧气别着急猜我换个装备我换个装备兄弟们我换一套换一套不用这套来个小黑切我等着想看看到底哪个厉害我已经换了两套装备了啊你们一套装备还没出完我重锤还烧气嗯这波连招又没连好快走啊先走一走别急有点疼哎呀这咋都是雷呢哎呀一地的雷打个屁呀全是雷哎呀全是雷呀刚才他们只是在苟延残喘等我们这个大龙拿下就给对面干没啊哎可以先扫一下啊看看都哪有雷这雷太多了这雷属实是有点多啊给我一顿在这放雷小黄毛有点装逼了啊小黄毛雷属实是有点多啊先哎呦这小黄毛这个骚啊把这雷都给我踩喽一圈雷大家记住玩猴千万别打后期越往后打越垃圾知道吗千万别拖后期啊刚才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啊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谢谢左耳优卡斯的飞机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